What?아이즈를 만나게 된다면 꼭 승리하고 싶고 저희가 MSI에서 비록 1대1로 끝났지만 이번 리프트 드라이버즈에서는 저희가 좀 더 많이 이기고 싶네요. 他们一直晕你，因为他一直普攻，然后他触发那个被动，跟你鲁小对，然后一直冰你，一直冰你就不能动。好了，我们看到这是 R 的奖杯，可是攻速很难叠到，就被踢到之后很难叠到两次的这种 W 的伤害。下半攻有个等级的机会往前，前锋纳迪鲁斯这边勾了一套，大力克里斯打伤害反身打，我怎样来抓？钢铁勾射直接勾，闪现换闪现，李欣还在旁边，一个虎啸龙吟帮打残。卡米尔在等下一个技能，扫狼腿扫到之后往前想继续追击，就差那么一点杀。李欣跟闪过去，卡米尔扛打，顺利的拿下第一个首杀。不过此时如果在兵线进来的时候死掉的话，这里可以投他大雪直接盖他。完了，这出大事了，被盖住会倒的。钢铁勾射盖到卡米尔，先盖反身位盖，你双方互盖。卡米尔想要脱离范围，钢铁勾射想勾但没有勾走，差点血量被尼克勒下来给直接他俩再控。是你怎么办呢？对，这里其实您他切入的位置已经到非常非常深，而且这也是直接投，包括您这边还有闪现，所以看这边是基本上是必死的。那后面其实是想要利用钢铁勾射拉开，但好像那个晶体结界的时间还没到，他拉不走，他断掉了，对他拉不走。哇，上这单点就点爆了，想要绕后面的你一个扫眼，李欣其实并没有注意到，有看到李欣喽，这样就看得到李欣了。对，反身是直接打一套，李欣不知道先被先手一套偷了李欣的 R。我这波 SKT 还能拿到预示者。那是上路的压线可能就赚了，但赚的不够多。在左边没有这边换拉出来，没有闪现，往前强推敲到后续补不补伤害。而且李欣的进场上来没踢到，反而被伊卡西亚魔域凯撒的 Q 进场给杀掉。再一个锁链灵的进场，直接把 Faker 的闪现也给打了出来。哇，这一波配合其实 SKT 是抓到一个没有闪现的 Rookie 想要进攻，但 Rookie 地形也是拉开的非常远。那 Mata 跟 Creed 进去的位置 Faker 跟 Teddy 是跟不到的，所以伤害直接断倒的情况下，直接被 IG 反打。哇，要翻倒了没有？掉了。这个也十四分钟已到，可惜这个预示者没办法做太多的事情。不过上半部的话已经是完全被点残了，赶紧钢铁勾射走了。我这个是再点两下直接。这个菠萝波罗蜜真的厉害，真的强啊！对，真的这个伤害现在都做出来。右边位置李欣进来直接被光明之舞绑到，单单塔利亚被翻到，两个伤害直接秒掉。克里德走着走着就被人给截了。我这里盖一个墙，要直接墙逼这个中场，但有个小护缝，这里拉到，而且进来，这边纳柱子也勾到，拉克斯交出惊人，很危险。宝蓝在起来瞬间还是被 CC 一个命运护腕给撞起，不过后好像是要火炮或者是电刀，但这里是 Creed 直接被绑到之后，搭配塔利亚的必杀一波流，就直接秒杀掉。那这个盖墙是盖完之后，哇，没兵，很尴尬，没兵。然后宝蓝站在一个很尴尬位置，虽然用惊人背得到了克罕的这个一闪，但后面还是被收掉了。不过辅助是做了一个交换了，其实这其实对于 IG 来说其实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那个又塔是拿到了，对。那最重要的是 Faker 的阿奇的这一场的发育是挺落后，后面来的是一次的团战，直接抓到，又是辅助 Mata， 应该在做视野的同时被 IG 给抓个正着啊。AP 属性的 JK Love 这里要抓了，哦，直接盖钢铁勾射，卡米尔再盖住，这 Faker 稍微走过后往前滑，直接强势一推，但不是啊，被秒了。下半部上半部吃龙 ，IG 四个人，这速度没有做快，最想抓人，直接飞到后排，可以的，神龙把人踢走之后，闪现直接过墙逃逸，后面 TP 下来的人。是 Faker 动啊，后期继续的一个普攻，克利德赶了过来，再被点个三下，这三分之一血没了，又点又不行，半血了。这边位置一个盖墙，不过有飞进来，可汗在右边的位置想踢，尼克倒了。这边一挑三的可汗，目标是后面的 Rookie， 但没有成功，直接被打残。左边尼克倒 ，HKT 还有战略机会，飞克想要以一挡百，叫闪现躲掉对面的阵地自己，但没有任何输出的空间。前方位置 Mata 已经先被限制住，飞克看起来是只能卖掉。
拿下 double 的 Jacky Love， 看起来还想伙同队友继续的追击，不过前方宰狗君 Faker 完了一个抢秀，然后说进攻再被凯莎给直接输出到死啊！正守住自己巴龙不掉，但塔怎么办？来看一下。对，但这里其实 SKT 切入的位置是还不错，但关键是冷却这边真的太痛，他一个人就直接先把克利的点退之后，那克里斯塔这边是反身想要先收塞勒斯这个点，但他本身也直接被对方的爆发直接给收掉了。那后面的整体收来说。 柯涵这边是完全没有任何战斗能力，他只能帮队伍争取时间。那Faker这里伤害是够高，他们是整体想要反打的，但反打的过程 Mata 其实他坦不住，然后Kreed也没状态能进场，所以Faker的输出空间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他最后还是选择直接冲进去想要做一波，就是反打，但这边没有大绝的话，好像这个伤害量就真的不太够，直接被 Jacky Love 反秀了一波。那经济其实还是拉在7000块，在偷吃嘞。此时中路来一波，卡米尔踢上这边的进攻想要针对了下来，但反而是哦，这里其实刚中路突然打起，不过下单这个巴龙已经没了。看一下这波真的是一闪，但他没有直接接R，然后他反而被塔利亚翻了回去。这个 combo 接起来是有点怪怪的。对，他被绑到了，就两次都被绑到。因为卡米尔他有一个必杀方式，就是你一到直接接R，你也不要去贪普攻，那个人是一定被留下来的。 这个卡米尔是推的，真的有点慢啊，有点慢，有点慢。他是一个高地塔就换两个平顶啊。但是目标是闪现，哇，这个一闪直接盖住，被留住了，留下来只能尝试做空，然后再反身猛点。可汗交出了一个惊人，在起来瞬间盖过，是成功躲掉了对面塔利亚阵地，自己撤退。那就是英雄嘛，那打不赢，可能队友要先退了，因为队友要对手再来了，又是一个可汗的进场，直接留住 Rookie， 不过后续伤害不够，直接飞进来的Jacky Love一下两下三下直接就把Khan给点死，不过后面 Faker 赶到一推二，这个位置正美的输出 ，Faker 后面爆发伤害秒掉两人，只是想要刚才听到的一个宁打出了所有的伤害，但还是被 Faker 正面戳死，左边位置剩下 Jacky Love，Faker 想要撑着直接进来，打下了一个完美的团战。哇 ，Jacky Love 直接把 Jacky Love 打退，然后后面 Faker 又在右边推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绝，把对方的位置直接拉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直接。 赢得了这波会战，没有人看到 Faker， 他看到 Faker 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然后这边其实左边 Teddy 就跟这个 Jacky Love 互点，反正我有这个摩迪斯的护盾，然后加上我后面也有摩迪斯的 吸血，我直接点一把这个技能打出来，然后包括 Faker 在右边也是无人可挡。哇，你知道刚刚是左右算在一个画面，但两个是。因为两条地龙，而且阿奇尔刚其实收掉凯莎之后是拿了1000块，再接下去会崩的。 6400，双方对秀，刚刚是你知道，就一个隔着十强的画面，是双方在对秀啊！我的天，直接盖墙要速吃巴龙 ，SKT 看起来是果断要放来中路，直接换中路外塔。 可能会不会再有失误？看塔利亚本身翻到的话，哦哟打残喽！这边已经被打残，左边光明之火绑到。那第五十这边被留住，但没关系，他反身一个大绝，再搭配了一个命运幻，成功收回，但残血的 SKT 又放掉了中路以下路的两个水晶兵影啊！然后视野其实现在目前不太好，反而是 IP 选择先开了。盖墙之后直接卡到三人，但这个墙的时间能拖多久来不及，那就是直接闪现后面李信直接进场。 Jacky Love 拿到这个远古巨龙，但 Faker 位置现在是很好，没有人可以抓他两下 ，Faker 直接秒掉了你右边位置 ，Faker 在小龙远古巨龙池里面没办法做输出，想看一下别的队友想要进场的一个可汗已经先被后面 Jacky Love 给收掉，而且 Faker 已经被秒了，剩下一个人 Teddy 无法阻止 Jacky Love 准备往前一个滑，直接滑了进来，把 Teddy 也给击杀，可立的单独一人无法阻止 IG 准备要拿下这一个珠宝。 这里还想抓一下可莉的位置，但这一场应该是直接结束了。 IG 打了一波非常漂亮的会战，他是利用一个盖墙化被动为主动，是把 SKT 赶走，逼对方去打这波远古巨龙团。而且最后远古巨龙好像是被 Jacky Love 拿下来了。那 SKT 应接团的情况下，其实整个阵型已经被拆散了。然后尼可跟 这个凯莎他们拉打得非常漂亮，拉到很安全的位置之后再往前反打。重点是尼可真的太肥，他是瞬间把 Faker 直接点死了。Faker 是完全没有反应到，他有大有闪，他没有注意到，直接人化为乌有。真的是瞬间一下，应该就是那个暴击，可能加上 W 被动吧，就点一下 ，Faker 就倒了。这今年到底两队是有什么样的爱恨纠葛？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MSI IG 就差1胜可以达到全胜，被 SKT 阻断。但今天 SKT 有机会达到8胜的一个成绩，结果被 IG 给断了。
我的天哪，这到底结局是要在感觉要在世界大赛才有答案吗？而且这一场其实是非常有来有往的，就是中间一度就是 IG 他拉了一个很大节奏，但 SKT 是利用了几波会战把他撑下来，甚至拖到了濒临复活。可是后面的会战 IG 还是以主动就是打出他们对。There's just too many things that remind me of you. The empty streets light up any neon signs. Always give me some peace of mind, but they don't seem to work tonight.